主料：土豆400克，胡萝卜100克，猪肉300克。辅料：油、盐、糖、酱油、姜、八角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猪肉切大块，土豆和胡萝卜切块。在锅中倒入一勺油，放入猪肉，不停地翻炒，将肉中的油都炒出来，至猪肉有点发干的感觉。加半勺糖，加半勺酱油，翻炒几下肉，倒入土豆和胡萝卜，翻炒均匀。添两碗水，放入姜片和八角，盖上锅盖，中火炖大约10分钟左右。打开锅盖，翻炒几下，即可出锅。烹饪技巧，要注意加水后盖锅盖多炖一会，肉和土豆更容易炖烂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